嗨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林佳，我回来了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做的一个主题是，我和心里的他能够走下去吗？我们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吗？那么上次我记得我有一期视频是用这一套智慧神谕卡来做选牌，我看到很多人都挺喜欢的。那么这一次我们也做用这个智慧神谕卡来做一个选择。然后今天我们用来预测的方式还是通过通灵去询问高灵和指导灵。其实经过前两期的视频呢，已经有很多小伙伴过来找林家，就想要去通灵连接高灵或者指导灵，还有很多想要进行前世回溯的小伙伴。林家看到你们就是对自己的灵性成长有一个需求，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。也欢迎以后有更多的小伙伴过来。然后我最近在和因为我自己其实是有一个通灵的课程，但是那个是要面授，然后我最近在想着要把它做成一个线上的课程，到时候应该会通知大家，有兴趣的就可以来学。然后我们今天先用灵摆做一个给大家做一个能量的对接。说明没有什么要清理净化的，谢谢你哦，林白。好，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，我先给你们抽四张牌。牌太大了吗？还是我太久没有洗塔罗牌了？因为最近来的比较多的都是通灵的。我决定还是把牌翻过来比较好吧，我觉得。那我还是翻过来吧。第一组，第二组，第三组，第四组。好的，大家开始选择你们的组数吧。